请掀开经本，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62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复得正等无异。这一段经文是说的称名无异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菩萨的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62恒河沙菩萨这个数量呢，实在是没有法子计算的。菩萨虽然是自利利他，代表着种种法门，各个差别，意思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佛明经》里面看到世尊跟我们说了啊，10000多尊的佛名，佛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呢，实在讲呢，那是更多。在《华严经》里面，我们明白了，菩萨是代表因地修行的法门，佛是代表果地上的圆满功德。那么一尊佛、一尊菩萨，只代表一种法门啊，代表一种法门。这个一切佛菩萨里面呢，的确有两位很特别，像阿弥陀佛，你们在扩充本都念到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啊，你看其他的这个佛没加这个这样的字样。那么加上这样字样啊，就是你念一尊阿弥陀佛，就把10方30世一切诸佛了，就通通都念到了啊！就是你一念一尊佛号啊，就等于念一切佛的佛号。啊，菩萨里面呢，观世音菩萨特别，只要念一声观世音菩萨了，就等于念了62恒河沙数的菩萨。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就是说，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所代表这个法门呢，这是总持法门啊，所谓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晓得啊，何况菩萨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分。这个缘分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同样啊，都是耳根非利。菩萨是代表的是耳根圆通，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也是耳根非利。所以观音菩萨他所得的圆通本根啊，就是耳根一门，从文性里面呢得一心不乱。那么在禅家讲呢，就是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以一身应5量身，以一心呢应5量众生心。在上一周啊，有一个同修提出的问题啊，我也跟诸位解释过，菩萨以一身去应5量的身，
一心应无量的心，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神识还是众多的神识呢？这是由同学提出这个问题来。实在说，这个问题是我们反复的见量来测佛菩萨的境界。套经上一句话来说呢，说无有是处，没有办法，做不到。诸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够达到的，这个境界也不是几句话了就能够把它讲清楚。实在说呢，根利的人业余可以道破，根正的人啊愈说愈迷惑啊。当然说听呢都需要有善巧方便，那么这一点呢也非常的重要。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那就是本经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业发心。这个业不是诸佛菩萨的业，诸佛菩萨已经不造业了，所以才能够寻众生之业感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因，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有业感，还佛菩萨就能够现无量无边身，个个人呢都得感应了。我们现在所想不通的这个道理，我们有一个关口啊没突破啊，那就是迷在啊这个神识究竟是一是多呢？一多都是迷啊，没能够破这个关呢，也就是没能够破这个迷。一多是两边，你们诸位想想看，即使能够啊把两边都摆脱掉了，这你才能见得到了。见到之后，这个事情才一下就明了，不再有疑惑了。那么再说这个问题现在困扰着我们呢，我们可以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啊。为什么呢？那菩萨神识一个也好多也好，可以暂时不理他，不管他。我们先求一心要紧。如果这个问题你要是放不下呢，的确障碍你正一心不乱，这个亏吃大了。我们学佛的人说跟利的人那一文千物好啊，没有问题，跟顿的人有顿的人办法，我不懂，不懂没办法，不懂我不理会他啊，我也不怀疑他啊，我就是求一心不乱，自己到达一心不乱了，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了，这是个好办法啊。所以在佛法里，无论是宗门教下，无不是以求根本智为第一桩大事情，凡是障碍根本智的一概不予理会，不叫他妨碍着我们，这就对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含容周遍，自在无碍，这种境界是诸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啊。楞严说得很详细，华严法华啊，圆觉经里面啊，乃至于大乘起信论，对这些问题都有很深入很透皮的说明，希望大家是要多多的留意。
那么正因为这个菩萨住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啊，这个地方才讲啊，六十二恒沙菩萨所证的法门，像华严里面呢，才以五十三位菩萨做个代表，六十五十几个法门。那么这些菩萨所证的法门，皆不离观世音菩萨所证的法界海会呀，这个会是智慧之会。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的功德，与六十二恒沙菩萨，这个菩萨都不是普通菩萨，你看看经上讲的法王子啊，法王子在一般呢都是称等觉菩萨才称法王子，等觉以下才称大菩萨、摩诃萨，等觉菩萨才有资格称法王子。那么由此可知，六十二恒河沙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位呀。观世音菩萨名号与他们就可以相等。我们要念六十二恒沙菩萨，念累死了啊，恐怕念一辈子，一个菩萨念一遍都念不完啊。六十二恒河沙数真的这一生一天念得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念一百年恐怕都念不完。可是你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就与受持六十二恒河沙菩萨这个功德相等了，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么释迦牟尼佛一定不讲假话。那么这个话虽然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观世音菩萨当着释迦牟尼佛面说的，那怎么会是假的呢？啊，如果观世音菩萨是夸大了，那佛马上就指责他。啊，你说的太过分了，啊，会指责他的。佛不但不指责他，而且还要赞叹他，可见的这个话是真实不虚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相信，在中国，自古以来专门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很多很多，依这个法门而修的，每一代都有许多人。那么修观音法门，观音三经一定要说啊，这个三经里头，我们现在念的这一章，这是观音菩萨的经。啊，《楞严经》里面的耳根圆通章，你们要记不清楚，就记第六卷啊，《楞严经》的第六卷。啊，《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是观世音菩萨经，《华严经》里面有观自在章是观音菩萨经。你看，观音菩萨经都分在这个大经里头，《华严》《法华》《楞严》。这个是修观音法门呢，不可不知，不可不读。那么这个法门呢，跟这个弥陀法门一样，也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未上乘的圆顿大根性的人，受持这个耳根圆通啊，很容易开悟，能够得利益，就是业障深重，那些动根依照这个法门修学的，也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感应。可见的这个法门呢，
真是慈悲广大了。那么其次呢，这个讲的这个福德正等，要依照本经所讲，菩萨已经在暗示我们25种修行法里面呢，耳根最为殊胜啊。因为什么呢？前面的是24圆通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啊，业称这个名的时候能够与62恒河沙法王子这个福德相等，没有看到过这个字样，唯有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的啊，这就是显示啊耳门的殊胜啊，就是耳根圆通啊，在一切圆通章里面最为殊胜，但是他的话没明说，暗含的有这个意思啊，注意细看就会发现到，这个明说呢在后面，后面文殊菩萨简玄圆通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出来了。十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后头文殊菩萨会说啊，观世音菩萨不必自己介绍啊，不必自我来夸耀啊，由文殊菩萨来说，他说的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已经就暗含着意思都有了。我们再看底下经文，说世尊，我一名号啊，我是观世音菩萨自称，与彼众多名号无异。这个众多就是62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没两样，一个名号等于62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啊。那么这什么原因呢？由我修习得真圆通，这个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要晓得，名号只是音声，音声就是如来藏性。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道理，这个没有通达如来藏性，这是我们讲的凡夫二乘全教菩萨都没有能够通达藏性。那么他为什么原因不能通达呢？我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只为了啊多一个情迹而已啊。情是情史，迹是嫉妒分别，这是世尊呢为我们一语道破。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不能得一心，不能断烦恼，不能开智慧，不能明心见性，障碍呢就在此地。所以修行修什么？破一切情执而已。情就是妄想心，就是妄想。执是执着，没有别的呀。千经万论呢，只为了这个。情迹不断，这个生死轮回呀，永远没有办法了的。啊，这个生生世世，实在是很麻烦的一桩事情。永远没有法子摆脱，无法摆脱当中，诸位就要晓得，这个轮回啊，是越轮回越苦，这是一定道理。你要以为说，哎，我下一辈子一定要比这一辈子好了，
你这是妄想。我们世间法有一句话说，一代不如一代呀，这话很有道理呀。你就打开历史来看，中国外国的有史以来一直发展到今天，你看看人类的业障果报，的确一代不如一代啊！不要以为好像我们今天科学发达了，我们一切的这个受用啊，那比古人都要进步，比古人都要享受啊！不错，这个是的，这是事实啊，这是物质上的享受。如果你要再看看精神上的享受呢，哎呀，那不如古人。从精神上这个享受来说的时候，的确一代不如一代。从物质上的享受呢，一代比一代强。但是这年代价值我们要加以评论的话，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要重要的多。精神生活里头有真乐，像孔子那个时代啊，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哎，他还不改其乐，他乐的什么？每天连饭都吃不饱了，他很快乐，那就是呢，那他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他虽然很贫穷，他很自在，他很快乐啊。一个人生这一生当中生活的很快乐，这就是人生。说物质上样样都不缺，生活得很痛苦，这些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你们想想，美国有个大财主，他自己这个私人财产啊，有20多亿美金，这个世界上少有的这个财富啊！啊，物质生活他真是应有尽有了。精神生活的时候痛苦不堪，所以有人问他的时候，你生活快不快乐？不快乐，很痛苦啊！因为太富有了，出门的时候都要请很多保镖，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在买卖交易的时候，跟人讲话的时候不敢面对面，用电视啊，距离好几个房间，为什么？怕人家害他。等于自己把自己关在监牢狱里头，一切都不自在了啊！所以富而不乐啊，富而不乐不如贫而乐。诸位要懂得这一点，人生的价值是真正快乐，不是在富有。富有对于一个人来说不重要啊，快乐是真正的重要，特别是冷场的这种快乐，这个快乐在外国也没有，只有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冷场之乐啊，所以有天伦之乐，外国没有。外国小孩长大之后对父母很冷淡啊，父母到家里吃上饭的时候还照样要算饭钱，你想想看多可怜。那个儿子如果招待请他吃一餐饭不收钱的时候，哦，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外国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外国的老年人，年轻人不晓得，年轻人说他还没老啊，他这个苦还没有来，他还没想到，到他老了，哎呀，再看到我们中国老人呢，儿孙满堂啊，啊，都居住在一起，小孩都很孝顺的，奉承的时候啊，他羡慕的不得了。这是文化不相同啊。那么这个是说什么？说是凡夫之路。可是凡夫之路不是长久的啊。我给我们点破啊，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身，谁能免得了呢？谁都免不了。佛法之好，好在是应机说法，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它分了很多个阶层，
我们讲五乘佛法是从大的层面上来说的，你喜欢在哪一个层面，我就可以帮助你，使你达到你的愿望，满足你的需求，可以做得到，你觉得人生很快乐，人生很好。佛跟你讲人乘佛法，你要希望到天上去享天福，那么佛就跟你讲天乘的佛法。可是预先跟你说，人天是不究竟，人天之乐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啊，所以它不是真乐。真正的乐啊，是要觉悟，必须要超越三界啊，要超越轮回啊，你成佛成菩萨，然后成愿再来应化在世间，这个得真乐。为什么呢？没有生死，这是真的。那么你要是应化，是不是应化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出家人，是个祖师呢？不一定。你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的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菩萨应化的，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是在各行各业之中，没有一个行业里面佛菩萨不应化在其中的。男女老少什么样的身份都有，真是应有尽有，这个里面才是有真乐啊。那么这个一定啊，要通达如来藏心，也就是我们讲的时候，明心见性。观世音菩萨今天要证真圆通啊，你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要得真圆通，才能够有真乐，真正的离苦得乐。这是佛法里头最究竟、最殊胜之法。那么证得如来藏心了，诸位常常到这里听经呢，总需要记住，像我们在《圆觉经》里面所说的，佛说的圆觉，《楞严经》讲的如来藏心，《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大华经》讲的一乘法，通是一个意思，一个境界，一个意思，名称不同，事情是一样的。通达藏心之后啊，一也是法界，多也是法界，一不为少，多也不为多。只要啊，你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证得闻性圆明，不是由于生成而起之间，这是闻性圆明。如果是由外面的因生，就生成、动静而成，这是讲因成。起的那个之间呢，那就是佛在本经里面所讲的之间立知，是无明本，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这些境界要晓得，然后在自己这个修行觉观当中，你才晓得什么叫觉，什么叫不觉。你要能够觉不觉，那不觉就是觉了。你要悟迷，那迷就不是迷了，迷就是悟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功夫，
这一点特别要紧，自己才能入得了法门呢。菩萨在世的时候，由我修习得真圆通。那么我们不要忘了，楞严会上的当机者是我难。当然，我难在此地是个代表，也就是像我难这一类的人，这是楞严会上的当机者。那么我难这一类也是什么人呢？我难在十大弟子当中多闻第一，可见的这个楞严经呢，就是为多闻第一而说的。佛门里常说啊，沉寂戒缓，我呢就代表这一类。观世音菩萨在此地是暗含着点化这一类的众生。那么刚才也跟诸位提示过，菩萨与我们娑婆世界特别有缘分，那就是我们这一方的众生大多数都是这个耳根呢比较利。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此地讲啊，真圆通。难道前面24位所证的圆通是假的吗？当然不假，都是真的。菩萨在此地强调一个真圆通呢，那就是25种圆通法门里面，这一种圆通的时候最容易成就。意思是在此地，并不是说前面24位所证得的不真。这个意思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过去裴修居士啊，这在佛教也是很有名望的一位大居士，那么他在世间相当高的地位啊，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一天呢，他去访师，看到这个老师一个人呢在草庵里面打坐，很清静啊，他就问呢，老和尚有没有侍者啊，有没有伺候你的人呢？老和尚说，有一两个，只是不好见客啊，不好见客。这个裴修说了，这个在哪里呀？为什么不好见客呢？这个老和尚就叫了大空二空啊，你们出来吧。这个大空二空出来了，出来是什么？是两头老虎。老和尚在山林的修行，茅棚修行，陪他作伴的伺候他的是两头老虎啊，这两头老虎从旁边后面出来了。裴相公他做宰相裴相公这个吓得吓了一跳。那么这个老师看到这个裴相的时候，神情不能够稳定下来看他有害怕的样子，就把两个老虎说，好了好了，已经见过面了，你们到后面去，后面去。老虎就走出去了。哎呀，这个是裴相的时候对老和尚是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裴相就请教老和尚说，老和尚，你修什么法门有这样的感应呢？老和尚一句话不说，待了半天呢，就问他，你会了没有？裴相说不会。你们主想，你们会了没有？一心不乱啊，不要说证得这个理一心，证得四一心就可以了。
自利心里面什么？我执破了，真正讲他无我了，无我与一切众生就可以相处，没有分别了。啊，他一向就是不会。老和尚讲啊，好吧，你回去常念观世音，劝他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的目的是要证耳根圆通的，耳根圆通是属于理业心不乱，所以才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是名是四啊，是无为力，福备众生啊，是无为力，要据后面的经文说啊，设法未成过度啊，借名我是无为者。后面经文上有这么一句话，观世音菩萨布施给我们的大无为，可惜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很多，念了怎么样呢？不相信，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吧？啊，念了不相信吧？如果你要念了相信啊，这个三十二应十四无业与你就有感应到家了。福备众生呢，这个意思是说，不但是能够令一切众生脱离一切苦难，而且呢还能够得福德，真是大慈大悲。大悲是叫我们离一切苦难，大慈是叫我们能够得福。得什么样的福呢？那就看你信心的程度了。你要是全程肯定的去相信，一丝毫都没有怀疑，一切明了去修这个法门，最高的能够得到如来果地上的福报。可是你要晓得，这种福报不是观世音菩萨给你的，是你从这个法门去修学，悟了藏心之后啊，如来果地上这个福德是你如来藏心本来具足的，所以离苦得乐啊，一点都不假。观世音菩萨给众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是无为力这四个字就把它包含进，就通通啊都暴露进。那么底下这一段呢，这是四种啊不思议。我悟惑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那么这一段呢，这是跟我们说四种不思议。融合前面的二观，前面虽然是显明上同十方如来啊，下合十界一切众生，这都是随机应化。在理论上说呢，还是有限量，还是可思可议。虽然说三昧呀，还是从因地心上来讲的。
那么到这一段文呢，在显示他了，圆融到了极处了，圆极了，那就是不可思、无可议了。言语道断，心性出灭。所以菩萨自己说修正无上道故啊。那么这时候这个道啊，说无上道其神妙呢，愈不可思，愈是无法来测度的。前面说啊，说法以及说称名的这个功德，我们还能够啊窥测到一些些。到这个地方呢，那实在是无法再形容它。那么这是菩萨讲他修正到圆极了，能令众生得大自在，这是真正的不可思议。换一句话说，虽然他是菩萨，以如来在果地上那个境界啊，真是无二无别啊，这个所以谓之无作妙德。这个经文里头着重在无作这两个字，有作就不妙了。这是我们这个修学要特别留意的。什么叫有作？什么叫无作？有作无作都作，不是不作。有作是什么呢？有心去做。这个有心呢，是有妄心的。啊，换一句话说，就是有心意识去做。无作做不做，做什么呀？没有心意识，他在没有。没有心意识的做是妙作，是三轮体空啊，是妙德。有心意识的去做就有业，你善心去做是善业，恶心去做是恶业啊。诸位要晓得，这个要紧的是心，善心做恶事还是善意，恶心做善事还是恶意。这个里头道理啊，诸位去细细去想啊。所以这个大乘法里头，大乘戒律里头，论心不论事，跟小乘戒不一样。小乘戒是论事不论心啊，为什么呢？偏重在人天不保啊。大乘是论心不论事啊，偏重在啊菩三界正菩提涅槃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善心恶心都没有离开心意识，所以这种啊不能称之为无作妙德。那么他们呢，就是修道来说了，有修有证，因为他有心啊，有修有证。我们念佛如果是有作而念的话啊，你这个功夫可以能够念到四一心不乱。以我们楞严经这个理论都给我们都讲了，可以达到随心不乱，但是不能达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呢，一定要显实用根。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论里面就是这样指导我们的啊。显实是什么呢？不用心意识啊。换一句话说，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通通不用的，那你就是无作妙德了。你说我做什么呢？
穿衣服是无作妙的，吃饭是无作妙的，穿衣吃饭就是啥。我们现在穿衣吃饭怎么样？穿衣吃饭都在心心所里头计较，在这个里面起烦恼啊，起分别，起执着啊，所以衣也不会穿，饭也不会吃啊。即使你穿衣吃饭都离开心，这个心意识了，完全与真如本性相应了，那就是像这个永嘉禅师所说的了。那人家请教他，老和尚你用什么功夫啊，他就答一句啊，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人家用功的地方。那么我们听了，哪个肚子饿了不吃饭呢？哪一个困了不睡觉呢？人家是真吃得下，也真睡得着。为什么呢？他事情了了吗？没事吧。我们现在烦恼没有断，生死没有了，饭吃的不安心啊，睡也睡不着啊，生死没了啊，他是什么呢？生死了啊，烦恼断了啊，所以到吃饭的时候吃饭，到睡觉就睡觉去啊，除这个之外没事，是这个意思啊。真正到了无作妙德了啊，穿衣吃饭睡觉都是无作妙德，这个就是简别，不是有为有意所做的，而是怎么任用自然的成就。那么下面四种呢，都是这种境界。这个境界里面这个意思啊，比前面要深得多啊，比前面呢也要圆满得多。请看经文，这个经文比较长一点啊，我们一段一段来研究。一者有我粗惑妙妙文心，心经疑文，见闻觉知不能分割，诚意圆融清净宝觉。这是他叙说他成就的时候，我们俗话讲啊，观音菩萨自己修行啊，他得到最初得到的这个境界跟我们说出来了。粗惑，这个粗啊，就是前面讲他用功啊，他这个功夫呢，在梵文文字性啊，信称无上道。那么就是讲啊，他粗于文中的这个粗，用这个功夫，粗于文中这个粗啊，可以这样说吧。耳根接触深沉这一刹那，这是啊，这一刹那怎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这是文性文。如果有一念心生起来了，就落在意识里面，那就不是粗了，那就落到第二意识了。观世音菩萨他这个用功夫的话，他能够保持着第一意，他不落在第二意。我们修行所以说不能成就呢，我们从第一意一刹那之间就落在第二意第三意，麻烦就出在这个地方，这是值得我们警惕。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在想象自己设了一个文，这是六根里是一个代表，见闻觉知六根通通一样，闻见思它能保持第一，耳闻声也能保持第一，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六根的根性全保持在第一上。第一是见性，前面十番行见讲见性，见性闻性嗅性尝性足性知性。对外面呢，对外面不是六尘呢，对外面也是六种这个六尘性，对外面六性，这叫见性啊。如果会这样用功，你们注意想想，正无上道啊，就在一念之间啊，哪里要什么三大圣七贤？真是经常所讲的，弹指超无学。这个无学是指谁的？诸位晓得，这个无学是讲大乘阿罗汉、化云地的菩萨。那么超无学，最低限度你是等觉，超了无学了。一弹指之间呢，的确从凡夫地证等觉菩萨。只要你懂得这个道理，从哪里修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都能够保持在第一位。那教官大师讲的，用根不用识，用识呢，这是第二位。你们有不少同修读了楞严经之后来问我，如何用根啊？怎么样才能够学识用根？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了。这个第一义是什么样子呢？第一义里头啊，眼见思，见而无见，不是说见了就像看不见一样。那这个法门我们不学啊，学了干什么？见是真见，无见是无妄见。什么叫妄见？你们学过唯识应该晓得，大师五十一心所，心心所都有见分，那个见分不妄见，没有妄见。没有妄见的那个见是什么？那个见是见性之见，天马无闻，真闻无妄闻。闻是什么呢？闻也是见分。诸位要晓得，心心所四分呢，自真分、正自真分、见分、相分，那个见分呢，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在眼呢，我们叫它做饮食，在耳就是耳食，在六根，在哪个地方，我们叫它做哪个食，那个是什么？那都是在见分，它起作用的。耳食的见分是闻听的作用，眼识的见分是见的作用，那么他见他的相分，耳的这个见分的时候是见他的相分呢，是听他的这个音声，那么这个都是妄见妄闻，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什么？是见性见的，那是真实的。你要说到这个境界来了，那就可以说一句了，凡所有相，皆是实相，不是虚妄。没有到这个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说法还不懂的话，我再举个比喻说，就像我们好眼睛看到外面这个境界相，实相。我们刚才已经看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假如我们戴一个绿眼镜，戴个太阳镜，戴绿色的眼镜，再一看外头，你们每一个脸都是绿绿的。我戴个红眼镜，你们都是红红的。那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懂这个意思吗？我们现在在见性上面戴上了眼识，那个眼识的戴上了心心所的眼镜，看到外面的相啊，就皆是虚妄。如果把心心所通通拿掉，你所见的那个相皆是实相，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你们要问这个修行的秘诀、修行的要领，
没有别的，就是保持你这个第一念，不要落在第二念上。那就是第一意啊，第一意是尽心尽力，闻性闻嘛，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这个办法就是弹指超无学啊，还要什么三大分体气啊？啊，《弥陀经》里面若一日到若七日太多了，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呐？啊，你们诸位想想，这个《大乘经》，你要去不研究，你怎么能晓得这个道理？你怎么能懂得这个门道？啊，一平素用功，你就晓得应该怎么个用法。你不明了这个道理，不懂方法，平时用功真盲修瞎练啊！一说你盲修瞎练，马上火气就来了，可见那是盲修瞎练。如果真修真练的时候，把风吹不动了，是不是？吹不动了，哎，说你赞叹那几句，哎呀，高兴的得意得不得了啊！回报那几句啊，火气就上来了。可见的小小的境界风一吹就动，那你不是盲修瞎练是什么？当然是盲修瞎练。那么这个妙妙文心，就是讲的三文文理不信。实际上就前面都讲过，反是什么？反是回头。怎么个回头法？这个要晓得。众生的心呢，随着外面境界流转，前面讲呢，我们这个耳识啊，第六意识，这个心所，我们以这个耳识来说，流移本身，流到这个深层外面境界上去。眼识呢，这是流移到那个色，流是像水一样流出去了啊，移是好像放移啊。放一眼在这个色相里面去，六根的根性呢被六识掩蔽了，平素的妄心起作用。反闻不是说闻性呢反过来，闻性没有反，闻性是真常的，它反个什么呢？再生不正了，再烦不解，他是常住真心，他反个什么？可见的那个反呢，是心心所反过来啊，不往六尘上去留意，反的是这，所以反闻。这两个字是两个意思啊，凡这个字呢是对心心所说的，这个心心所反过来了，不去攀岩外面六尘境界了，这个时候闻心就现前，这是闻的自性，这就叫舍识用根啊。那个凡就是现实，那不用它了吗？一般凡夫在迷的时候，用心性所进色啊，我这样讲比较方便一点啊。用见色的确很不妥，不要以为见色哦，这是眼识见的色尘，它与第六识有关系啊。第六识即分别，第七识执着。第八识乐印象，而且与这个六识、七识、八识啊，这个前五识相应的这些心所，一刹那之间同时都起作用，复杂的不得了。那么我们讲心心所呢，这些同一切这个复杂的心情都可以包括在里头，心心所起作用。那么我们现在的心心所不会起作用。这个就是反的意思啊，就是舍的意思，确实
此地用这个梵，用根呢，这用根性，就是稳。所以你要问是，确实用根，本经里面就用梵文两个。前面讲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这个功夫的确啊，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锻炼。而且用功，我再告诉诸位，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环境，统统没有障碍，这真是不可思议啊！用功的要领就是古人所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为什么呢？你一个念一起来，落在心意识去了。那为什么心一时的时候才有妄念呢？这就是正念，念的是妄念。所以啊，这个觉悟的佛菩萨了，他有正念，他没有妄念。我们才有一个妄念起来，立刻就觉悟。你觉是什么呢？这妄念不存在，把妄念打消掉了。所以古人才说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是讲我们用功夫的方法。眼见思，一起心一动念，立刻觉悟，哎，又落在心里。耳闻声，再采起一念，哎，又落心里。这种原理原则，我们在讲习当中跟诸位讲了很多，希望大家要记住，要会用。这个是完全讲的什么自受用，他受用呢？他受用要在正念里面再变现出这个妄念，为他受用。所以我们眼睛看到这个茶杯了，我们当然起了个念头，这杯子不错，这错了，这就是迷了，落在心性上了。专于本性里面，本来无一物，哪里有什么错不错？没有啊，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这个杯子不错啊，这就是落在心性上。别人受用的时候呢，别人我们给你介绍啊，这个不错啊，这蛮好啊，不是自私的，自己从清净心里面变现出心性佛为他受用，也晓得这个道理，自受用跟他受用要化得清清楚楚，把他受用的当作自受用是凡夫，自受用的当作他受用是阿罗汉。路人就谈了，为什么他心不动了？他也不教化众生，他现在众生才不开口，那都没有用。那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不受用的不是他受用，他受用的不是自受用，就是不可思议。他受用的时候表现跟凡夫没有两样，打成一片，和光同尘。虽然和光同尘的时候，他自受用当中说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落在心意识里，高明极了啊。那么诸位要修学的时候，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太少了，观世音菩萨在自己说了，62恒河沙法门，一个菩萨代表一个法门吗？62恒河沙法门呐、一句名号，一个原理，就是梵文这个原理啊，梵文的切实用根。所以在圆觉经里面，我特别告诉大家，修行就是什么？就圆觉心呐、净圆觉啊。圆觉经我们这个题还没讲完，你看它第一章文殊菩萨这一章，一开口就是呢。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圆觉心，所以你修什么？修清净心的，在境界里的起心动念，
清净心没有了，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不管别人，我自己清净心还没得到，我天天管别人的时候，我这个自己清净心的时候啊，再修无量阿僧祇劫还得不了，那就是佛门里常讲的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想渡别人，哪有这个道理呢？自己清净了再渡众生，你渡众生是不会害众生，不会误众生，为什么？理论真通达，门道真晓得，在自己修行的时候自己真可能有成就。那换句话就是，这个理论方法自己适应过，没错，才敢教别人呢。自己没有适应过的时候，他靠不住啊！啊，自己误了自己，那活该呀！你自己再误了别人的话，这个罪业太大了，这个罪业太大了。所以说，自修比教他要重要啊！修什么呢？就是修清净心。啊，就在一切境界里面信实用根啊，一切境界当中梵文文字性用这个方法啊，这一段里说意思很深啊，我们刚刚只说一个粗活，只讲这个粗这个字啊，底下这个妙妙文心这个里头还有很精的意思在里头，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下一次呢，我们还从这个地方讲，就从一德如我出乎妙妙文，从这个地方讲起啊。